I'm trying out a lot of new looks. Y'all like my baby face assassin look? It's kind of cute, isn't it? 眼前这位造型酷似铁血战士的辣妹是热火队核心吉米巴特勒。他在热火队新赛季媒体日上以这样奇葩的造型示人，如他所言，确实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。毕竟这造型跟此前几年相比反差很大。随着 NBA 新赛季逐渐临近，还有哪些球星在造型或者体型上有较大变化呢？鹈鹕队此前也举行新赛季媒体日，大伙定睛一看，中间这位爆炸头造型的球员，你认得是谁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有小杜兰特之称的英格拉姆。看英格这个野人造型，很多球迷调侃他该找个新的发型师了。作为英格队友，胖虎西安经过休赛期明显减重，要知道此前的他不仅身材有些臃肿，而且容易受伤病困扰，这成为西安今年夏天重点改变的方向。看看麦克勒姆对西安身材的仔细打量，我们就能明白西安今年休赛期为此付出的努力了。费城队不久前也举行新赛季媒体日，哈登的体型变化也让人眼前一亮，他甚至在记者问到减重多少时开玩笑表示自己减了100磅，让媒体可以报道这个数字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知道哪些变化很大的球员呢？